手持一微毫，将大千世界疏于方寸之间。七年造一物，只为心中所念所想。在微与红的转换中，一笔一画皆为修行。本期乡土，一起走进陶瓷微书创作者王之文的至微世界。本节目由中国农业银行。陶瓷微书，即以陶瓷为载体，微型书法融于陶瓷绘画之中。亭台楼阁、古道羊肠之外，微书以陶瓷器形、绘画构图而布。微书之微，可谓方寸千年，字字珠玑。字虽微，但其与传统书法讲究神韵风骨，却是一脉相承。微书之部或严整密实，或长短相接，或以物而行。严整密实之枕，长短相接之巧，与陶瓷绘画相如相融，谨严而不失活泼。书画所配匠心独具，组成画面的文字元素独立成章，起承转合酣畅自如，运笔结体一丝不苟。行行排列的微书，线条均衡优美，巨量而又整齐，可谓形意兼备。我这本人就喜欢研究探索这些微小的字，然后一直其中这个摸爬滚打，我不知道尝试过多少次失败。很多人都会写汉字，很多人他也是写毛笔字，但是就是没办法写的这么小，那我就还是用那句话，叫天道酬勤，老天开恩开眼。微书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种源远流长，从良渚文化到各个朝代几乎都有过微书作品的存在，多写于布卷或纸上。然而由于此技艺必须心手合一，而且凭裸式书写，一笔一画清晰可辨，费时耗力，难度很大，因此能掌握此技者寥若晨星。
出生在粤东书画之乡澄海的王之文，从小耳濡目染，爱好书法和美术，不仅写得一手好字，还对古代经典著作颇有研究。在陶瓷厂工作期间，突发奇想，尝试将微书艺术与陶瓷彩绘艺术结合，自此一发不可收拾，30年从一而终，造就出独树一帜的陶瓷微书。时至今日，陶瓷微书从最初的简单书写，已经发展到了集文学、书法、国画、彩绘、瓷器于一身的综合艺术。精美瓷器上构图典雅、富有生气的陶瓷彩绘，瓷器上许多画面是由密密麻麻极小的汉字组成，字与画两种不同形式的艺术，能随着空间距离的变化自由转变。远观是画，近看是字，字体起承转合若行云流水，针尖之小却笔迹分明。所以书法它是有章法，包括整个字体的里头的结构，写出来这种效果，我们叫韵味，有神韵啊，有骨有肉，有灵有魂，那才叫书法。比如说我们跑到沙滩上，搞一个树枝在沙滩上就写，一个一字的写，但是最小那个就这么练写。好，作业本拿过来又写，正面写，反面写，反正练毛笔字嘛，写到作业本都没了，去哪里找？是在练功底，练什么？气，这个气力，练这个功力、定力，这个不是马上这几个月或者是几年功夫就能练到。我吃的苦比同年人吃的苦就多得多。各位同仁、各位嘉宾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我们来自共同见证东方艺术、东方文化走向世界，借助这个平台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，让中国艺术设计走向国际。我作为一名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，我责无旁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，那作为自己的己任。陶瓷微书因其艺术的独创性被世界各地的人们认可和欣赏，王之文也从那个从海边用树枝写字的少年，成长为用中国文化与世界对话的手艺人。你看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去过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展览，很多外国朋友、外国人或者学者都过来参观，给他们一个很直观的感觉，就是哦 China 是中国的瓷器的。那这个作品里头很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跟元素都在里头。成名后的王之文自然多了一些应酬，除此之外的时间他心里琢磨的还是陶瓷微书。微书的特点是体小量大，要求在一个有限的平面里以最小的字形写出尽可能多的字，可谓极致的微。每件作品动辄数万、数十万字，以此引发视觉震撼，可谓大。30年不间断的创作，很多作品展示出来可谓红。在微与红的转换中，付出的是无以数计的日夜。古有蔡邕书论，欲书先散怀抱，任情自性，然后书之，意在点明书者应先摒弃杂念，浑然忘我，静于禅定，方能书写。
先默坐静思，随意所事，言不出口，气不盈息，沉迷神采，如对至尊，则无不善矣。主要是我在创作的时候，我必须得静下心来，慢慢慢慢坐下来沉淀嘛。我这个时候呢是在过滤，把刚才那个事忘掉了。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呢，其实是到了物我两忘，这还是一个真空状态下，外面是不是打雷下雨啊，这些不会去想，这些不会去受它的影响。举城回，创作微书，优越视力是先天必备条件，同时需要非凡的定力，精神需要高度集中，不能旁顾。书写时要屏住呼吸，慢慢用气。气成于手，见于笔，气盛则神全，故关键在于气。陶瓷微书凭裸视用特制毛笔书写和作画，字体大多以 0.1 毫米见方书写，普通人肉眼观看，每个字只有针头般大的一个小黑点儿，字体微小，书法要素却一个不漏，运笔用锋穿插呼应，就连用墨都要讲求浓淡疏密，恰到好处，整体布局做到满而不乱，多而不散，密中求疏，疏中有密。为什么我是不靠放大镜，我是用自己的用心来创作。刚才我精神高度集中在创作，因为是凭的是感觉，真的用心在去感受，去感应这个对象。我在创作这个在把气体吸进去之后，不会说还像平常，啊，我们随便写一个大字，哎呀，就呼吸的很自然。但是，要提炼出来，把这个气好好的用，用我的定力来创作。你知道吗？瓷器就是火跟土、泥土的艺术。出来就要给的我呢，我就用我这个汗水。跟我的血汗在里头调出来的，所以这个来之不易的作品。中国农业银行冠名播出的系列纪录片《手艺中国》，敬请收看。陶瓷微书的绝在于对从艺者要求之高，视力条件是先天基础，书法与美术功底以及陶瓷知识需要后天积累。除此之外，至关重要的还是要具备超人的心理素质，耐得住寂寞。30年来，追随王之文学习的人很多，可是过高的要求让很多人只能成为过往。没有办法嘛，那刚才关系掉了，洗澡的话要去掉。嗯。什么东西提前走？讲一下嘛。女儿王露冰从小耳濡目染，跟随父亲创作陶瓷微书多年，平日受到的教训提点自然不少，技艺日趋精湛。王之文则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跟随自己多年的徒弟林泽身上。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，12、13年时间。刚开始比较心情比较浮躁，
那个心态比较浮躁，学了两三年之后，觉得太枯燥无味了，每天就在那边坐着不停的练习啊，怎么样，所以受不了。大概两三年的时候，那个跟那个王老师辞职，离开了几个月，然后，但是后来到了外边想一想，那个想做成一件东西，还是得坚持。就后来就跟王老师求情，那个他又收留了我。对于中间放弃又重回艺术馆的林泽，王之文给予更多的指导。手艺人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认知创作出艺术品，同样创作的过程也影响着手艺人。十几年微书的创作过程让师徒两个手艺人的性情都在慢慢靠拢，安静、坚毅、静思、创新。眼睛与手已经达到了极限，写微书的笔也是亲手制作。为书写此件作品，用羊毫和狼毫精确搭配而成，一切的极致都为这件取名国宝的作品。我用黑白来表现就更适合这个圆盘，而且是一个玉制的这种材质，增强了这个黑白的对比。用黑白水墨配以熊猫的本色，字与画两种不同形式的艺术，随着空间距离的变化自由转变。而文字的内容为熊猫物种学史，详细介绍熊猫的前世今生，整幅作品可谓内外兼修，浑然一体。如此看似简单的作品背后，不为人知的是王之文六个月的思考与创作。微书的创作过程可谓漫长而又艰辛，一笔一画皆为修行，一整夜的创作往往只是不起眼的两行小字，就是这样无数个夜晚成就了如今的王之文。好了，这个作品已经出来了，那下一道工序就到入油去烧了。现在摆在我面前这个作品有点诚惶诚恐，有点怎么想，心里能那种心情。现在虽然做好，但是还是半成品，还得通过火的烧制才能出来变成成品，但是这个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风险。你看，一件完美的作品到了最后一道工序，入窑去烧制，这个是真的在祈祷啊。这是自己在想，哎呀，那要平安无事，平安无事不能出意外，啊，老天开眼吧。嘿，出来看到了这个硕果，哎呀，那种心情你看多好。如果出来呢，那个裂掉在里头，我们看看。动都不用去动它的这种那崩溃的这种情况，不言而喻。一个成功的作品是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，没有继续。成功了，你看这个声音很脆，这个就有一句话就声如磬，
800度的烧制出来了，很通，很那个，很亮，它的层次感就出来。你看这个墨砚墨，你看都来之不易。有一句歌词唱得好，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。一件成功的作品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，所以我很珍惜每一片，哪怕是烧坏掉的碎片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教材。但是我们潮汕地区有一句话，就耕田如绣花，就种地种田的人他也能这个精耕细作。这片大海孕育着我们潮汕人这种刻苦耐劳、精耕细作这种精神。写得很久的字，就是因为骨子里头、基因里头有这种吃苦耐劳，做得很小很仔细、一丝不苟的事情。你看我连我这个名字都是冥冥中的一个注定。王之文，芝麻文化，我干不了大事业，是吧？我干的是芝麻大的文化，芝麻大的文化，你干不了大事业，你就写小小的字，芝麻。当然里头那芝麻开花节节高，你这个你要做，你就从文化上你要所建树，所以这很多事情都是一种冥冥中的注定。卢氏县的小村庄，村民自己开办的民俗博物馆。一个广播通知过后，县里的东西都给他送了，带着火回。他要上山寻找一种木材，重拾30年前的记忆。他拿出特制的工具，制作一种熟悉的味道。他的一双巧手捏造出栩栩如生的形象。经常参加这个表演，祭祀表演。一块木刻，一张白纸，这是穿越几百年的印记。自称450年。下期乡土走进卢氏县，看非遗里的民俗。